今天马尔蒂夫酒店介绍为大家带来2021全新开幕的奢华度假村博点酒店 Patina Maldives。 作为加佩乐酒店集团旗下的全新品牌，博点酒店在开幕之时就受到极大的关注，并且和丽池卡顿及加佩乐相邻，三家高端酒店形成一座奢华度假群岛。坐落在马列北环礁的博点酒店是集静谧与热闹于一身的度假岛屿，乘坐50分钟豪华快艇就可抵达。这里崇尚自然、艺术与互动，将马尔蒂夫的岛屿生活融入当代艺术的空间，以人为本的设计，贴心且直观地满足每位宾客的个性化需求。定制的康养理疗和各种沉浸式的体验，让博点酒店不仅仅是个品牌，更是一种全新生活方式的体现。除了博点酒店的度假空间，岛上另有 Farre Marina Village 及 Farre Beach Club， 设有私人游艇泊位、一廊空间、精品店和多家高级餐厅及沙滩俱乐部，打造出宁静度假与社交空间的微妙平衡。岛上共有90间别墅和20间客房，由巴西知名建筑师 Marcel Cauken 所设计而成。秉持尊重自然的理念，岛上的建筑轮廓与海岛地平线和谐一致，房内质朴典雅的色调，细腻且高质感的家饰搭配木质、亚麻、藤条、纸绳、大理石等天然材料，延伸至户外的花园及海景，形成里外合一的自然景观。特别设计的全景落地窗和顶级家具设计师的艺术装饰，让住宿空间注入了极致的独特性与无可比拟的奢华感。岛上提供的房型有 One Bedroom Beach Pool Villa 沙滩泳池别墅， One Bedroom Water Pool Villa 海上泳池别墅。沙滩别墅和海上别墅都另有落日面的选择。岛上也有双卧、三卧的大别墅，绿意盎然的自然环境和海天一色的美景，非常适合家庭一起享受博点酒店风尚高雅的岛屿生活。度假村更有10间餐厅和酒吧，能品尝到多元化的全球风味，也特邀米其林二星主厨设计经典菜单，将创新与传统融合，带领宾客体验一场沉浸式美食之旅，感受全新的味觉飨宴。岛上的餐厅有 Roots 主餐厅，供应多种国际单点菜肴，也有惊艳的蔬食料理。 Corn日式餐厅，将现代日本料理结合北欧元素，享受顶级料理和舒适雅致的用餐空间。 Brasa 烧烤餐厅，以和牛、龙虾等顶级食材制成南美洲经典烧烤。 Work Society 亚洲餐厅，提供港式点心、寿司、手卷等新概念亚洲美食。 Elias 地中海餐厅，以希腊和地中海健康饮食理念为主，创造出多种新鲜特色餐点。 Farin 餐厅，品味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葡萄酒以及欧洲传统烘焙手艺。 Farre Beach Club 沙滩俱乐部，由米其林主厨带领，将美食与高端休闲合而为一，设计全新概念餐厅。 GoGo Burger 汉堡餐车，提供多国经典汉堡，新鲜且独特的口味让你爱不释手。Tuk Tuk Gelato 冰淇淋餐车，创意和趣味的艺术风格，品尝意想不到的冰淇淋口味。 Valley Bar 石畔酒吧，在泳池旁享受着轻食、沙拉、三明治和披萨等点心。注重健康与自然的博点酒店特地打造水疗概念空间，不仅提供舒缓按摩，更引入智能科技，结合一系列沉浸式体验，深层调理身心平衡。这里有提供水中按摩、漂浮舱、土耳其浴、深疗等项目，并透过岛上专业的治疗师、理疗师、营养师等专业人士，从内而外量身定制康养行程。博点酒店倾心于可持续性的环保理念，透过种植珊瑚礁、救援海龟等，以延续马尔蒂夫的海洋生态环境。度假村也提供浮潜看海豚、深潜体验迷人多彩的海底世界，也能登上度假村的豪华超级游艇 Adastra，
欣赏马尔蒂夫金黄落日。生活即是艺术，在度假村的沙滩或棕榈树旁，都能窥见世界各地的艺术作品，完美融合于自然之中。美国著名艺术家 James Rale 也在此打造叹为观止的光影空间艺术，为这座奇妙的岛屿赋予了更加丰富的感官体验。岛上也设有马尔蒂夫第一家全太阳能儿童俱乐部，开创奇妙实验室，让孩童体验环境保护活动，也提供免费潜水课程，让小小贵宾更认识这片海洋环境。酒店多种寓教于乐的活动，让父母亲轻松度假。国典酒店是一种新形态的旅游体验，在这里你可以同时拥有宁静与热闹的度假节奏，在原始自然与现代设计中体会异中求同的美学精神。岛屿的质朴生活结合智能科技，为度假增添丰富层次，感受焕然一新的旅程。今天 Patina 博典酒店的介绍就到这边，也欢迎分享给喜欢旅游的朋友哦，我们下次见。